会成立揭牌典礼，典礼开始，介绍与会贵宾。首先介绍教育部国民及学前教育署邱前国署长及大家掌声欢迎。很高兴我们的学务小组的林组长在7月4号就任，好，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可以把这样的马祖的校友会能够一起促成哦，那觉得非常的感谢，也的确展现了很高度的行动力。那也要谢谢我们的所有的，不管是马高的校长，还有我们各个学校的校长们，大家也要一起在这个校友会里面共同的努力，跟我们的警察局、地检署一起配合合作。那希望能够把马祖真正打造成一个我们应该是这是一个闽北的一个教育的净土，让我们的孩子能够真正的健康，能够很安全的学习跟成长。那把一些可能在一些比较边缘的，也许有可能会学坏的这样的一个边缘的孩子，能够把他拉回来。校外会成立揭牌典礼礼程，希望这里不要沾染，还是要维持净土。这两个是大家最后大家要把它维持，我们一直在签啊，对，不要有些他们可能有些走私吧，来跑去多少是啊。不过我们相对的讲，你好抓，因为容易打击，寝室比较好，地方小，地方小人少，比较好掌握，掌握得住。然后检察长又重视，亲自作证。上个月是不是刚刚才破获的？6月15号。6月15号，哎，刚刚才破获的。走私安排他们32公斤。